会想从比较温和一点的游乐设施开始玩起，所以我应该会从咖啡杯或是旋转木马开始。我相反，我要先从最危险的开始玩，所以应该是云霄飞车。自己应该是没有觉得真的有变成大人的一天，主要是保持自己善良的心跟幼稚的心吧。就是小时候你可能听到有一些年纪，你会有一些想象，觉得说等我有一天长大，我应该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应该就是所谓的大人吧。可是真的来到这个年纪之后，又觉得只是多了很多历练，还是会希望可以顺从自己的心去生活。